笑的增感集合现在开始啦，胜负就在一瞬间，再给你底下开，谢欣最怕的游戏，一二三，妈妈累，大哥果然是大哥，集合，续图来到，终极上大大，往前进。今天来到是彰化的大村呐，是的，该想到的特别来宾啊，是的，彭伟杰，郭仲佑，陈怡婷，这边的是林永月，红妈，小星星，林柏宇，一年一度。母亲节又到了，瓜哥一定会特别为最爱他的妈妈们准备康乃馨，也会贴心的送份小小的礼物给妈妈们。不晓得今年瓜哥会送什么出乎意料的礼物呢？母亲节快乐了，母亲节快乐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谢，母亲节签名，签名签名啊，签名签名要签名啊，可能等一下休息时再签啊。我没有啦，真的，这个签名是跟你有关系的，跟我有关系，这看起来很贵重哎。非常，你这里面这么神秘，你休息多久了？两年了。两年，两年。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，我看一下，能不能让我签名？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看。大家好期待哦。对呀，还有用这样子贵重的东西把它收起来。饼干哦，这是你两年了，这有什么特别呢？这个在里面是饼干啊，看里面哦，东西在里面呢。对呀，填空的，空没有啊，空的，没有啊，不是，看背面，背面是背面啊，这里有啊，对呀，拿饼干的看背面啊，看背面，看背面啊，看什么东西呀？我叫你看饼干的背面，你看后面背面哦。我的姐也要冲他过，这个我们就想起来了，哎，这个有，我有印象，那个想起来了，想起来吗？两年前的母亲节，台南，我花了大概6万多块嘛，没有，做了一大堆的饼干送给妈妈们嘛。瓜哥说的没错，的确在两年前的母亲节有送饼干这么一回事儿。在台南善化，瓜哥特地请了当地糕饼老板帮他特制麦芽糖饼干，当时现场观众们争相恐后的要得到他。我做这糖啊，内底搁有我的相片，哇！现在糖啊，偌歹订啊，啊订3个月你的。安尼哦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糖霜做的，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呐。是，想出来做这个，打这个膜啊，就4万块了。啊！4万！要，高装麦芽成本赶连夜赶工，我总共花了6万。哇！6万块，让你们这样敲敲敲。瓜哥说6万也没人相信，不晓得今天会搞出什么名堂呢？你这保存2年多，舍不得吃啊？对，舍不得吃。为什么要保存？因为太喜欢这个节目，太喜欢瓜哥了，所以我就把它保存下。是啊，这个盖下来，不然拍会反光哈，这样盖下来。两年前的你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它已经光泽都没有了。是，那你今天拿出来，哇，我很感动哎。是啊，所以我想说要让你签个签名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把它留下去。哦，来签哪里？签哪里？签这里的哈。签这里啊？对。我舍不得，你保存2年了。不会啊，那回去会把套子拿掉。哎，这个很难的，2年要不回去，这个时间代表一切的，那妈妈，我帮你放好。妈妈，我跟你讲，谢谢。放的越久啊，越值钱。谢谢瓜哥，谢谢你。所以说实在的，你看我今天都没什么准备，还好我有带一些东西来。好，妈妈拿这个，妈妈没什么准备吗？没关系啊，你如果没有准备，不用勉强啊。心意，他都感受到。哇塞！等一下，没什么准备哦。你看啊，这上面你看到没啊？这什么？这发霉了，这压黑黑的，因为这个会反光嘛，要压低一点。要压。这张比较模糊嘛，这张比较清楚嘛，看。帅啊！2017年母亲节快乐。哇，太帅了，瓜哥！好，各位看到哈，这个特别准备的，好帅哦。对啊，这张照片是正常版，正常版，还有一个呢是比较快乐版，还有快乐版。招财猫，招财猫，对，也是瓜哥哎。
所以准备两个铺满的吐司是可以吃的哦。啊，我相信妈妈要弄成这样可以吃啊？可以吃啊，那是可以食用的颜料啊。真的，好特别。这一批我大概花了38,000。我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你先看我的，我收集是多少？你2年前你花了67,000，你今年你花38,000，没错。去，你说2年前花了60,000-100,000，怎么现在今年就30,000多？少哎，没有，因为吐司比较便宜嘛。吐司比较便宜，这是可以吃的。你要托管的还是正常？我两个都要。哎呀，哎呀，看懂。哎呀，对嘛。小朋友，小朋友托管的好不好？好。哇，这个真的印你的照片呢。这个可以。今天好。你住那边，你很大抢着要？不是啊，我后面还有嘛啊。那你要做吐司的话，人家都买是一大条，为什么做一片一片？一片成本比较低啊。阿翔，礼物重质不重量，心意最重要的啦。吐司虽然小小片，但最重要的是上面有外面买不到的瓜哥肖像啊。现在呢是中场休息时间，我肚子非常的饿，所以呢我决定要来吃2017年瓜哥为了母亲节所准备的特别版吐司。这个是可爱版的招财猫版，听说是草莓口味的，而且它是一片吐司一个包装，非常的贴心哦，不是像人家吐司是整条的。好，现在就要来吃上面，这是什么什么口味？草莓酱哦。真的吗？草莓口味。好，我现在就要来吃了，先从瓜哥的头开始吃起。味道收据是真是假？那我们先要感谢赞助瓜哥特制吐司的老板啦，让瓜哥有面子啊！这新游戏啊，妈妈亲姐将来在你们是示范，所以参赛者一定是妈妈女儿或妈妈儿子，但主角一定要是妈妈，因为是母亲节。我们的代表1、2、3，妈妈乐乐。哎，好。你要过去，他回头一看，像无头人一样，你们就不能动了。好。如果抓到犯规，要回到原点。好。谁先达成次卧目标，就有奖品了。你们是一人示范，你们获胜的优厚的奖品就是有签名照2张，还有呢吐司2片啊，这么优厚的奖品，希望大家多努力了啊！来，示范三分，1、2、3，妈妈乐。示范这么不敬业，动都不动啊！你们那么懒啊？我们是示范组没有错，但是我们那个奖品可不可以换一下？奖品可以换一下吗？换2瓶水也好了。对，天气有点热啦。我们这个海报跟纸是可以不要吗？对，有点干。现在福中不知福啊，人家拿回去当传家宝，你们呢？啊，不是，我小时候存2年。可以换一点实际一点的。就给搞哎，平常没有讲，他们就会出包了。你硬要讲说送这个，对吗？他们叫做不痛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不是，你如果说你们好好示范，他们也就出包了。对，你何必要铺这个干嘛呢？没有人要拿嘛。我有点不同意啊，没有人要啊。送奖品蛮认真的，对啊，那超没有动力的。心里怎么装啊？来，示范赛没有奖品啊，优胜的1000块了哈。对，好好示范啦！1、2、3，妈妈乐！1、2、3，妈妈乐！哦，1、2、3，妈妈乐！好，睡觉睡觉！1、2、3，妈妈乐！哎，谢欣要快上来，不要踩人那脚，谢欣！1、2、3，妈妈乐！Come on.
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样子，我觉得三道跑道比较复杂，哎，两道差不多。两道两组，三组很难拍啊，我觉得对。好，可以哦。进行两组同时。真的哥哥，我神奇一号飞，我靠，我惊啊！好，不要负责任啊！好了，回去扑上扑上哦。来来来，我们进行的观众朋友挑战。来，一号三妈妈乐，现在参赛者来了哈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贺凯文，你在台湾长大吗？没有。你在哪里长大？在瑞士。哇，你在瑞士念书啊？你现在住瑞士？对。那你现在怎么会在这边？我们飞在这里。你是回来度假？还是来读书？春假。哦，你 Spring Holiday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妈妈你是彰化人麻烦你们，是台中人，台中人啊。我们今天在彰化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他的缘故，然后他就是我们在到处玩的时候，他在饭店看到你们的电视，然后他就很喜欢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自己讲。”我问妈妈，我可以玩？你要问妈妈可以玩？对，这么凑巧就追上我们了呀？对。那你在瑞士有想念台湾的节目吗？超级想。那怎么看呢？YouTube，YouTube，好，现在瑞士也看综艺大集合哎。爸爸来看。好棒哦。Kevin哦，Kevin几岁啊？好，我十二岁。十二岁啊。中文讲得很好。你们要学几国语言？六个。六个。哦，六个。哪六个？哪六个？意大利。意大利啊。法语。英文。中文。德语。德语。德语。嗯。Dutch。Spanish。荷兰吗？ 葡萄牙？你讲英文？瑞士，瑞士德语是德语。对。哦，瑞士德语跟德语不一样。好难哦。母亲节，你 know Mother's Day？ Today is Mother's Day。对，我知道。 So you want say something to your mother？ 啊，我爱你。十二岁啊，我大方。 Where you come from？ 台湾，台湾夜市 ，Made in Nice City 哈，对，这个老师是您的妈妈，这是妈妈，跟妈妈说什么？妈妈，我爱你，好好努力赚钱啊，好，加油！一二三，木头人谁去啊？来去，赶快去，姐姐是妈妈乐哈，一二三，妈妈乐，请准备来，请准备来，加油了哈，一二三，妈妈乐。 你要听，你们声音要，你要大声一点，你要大声一点。好，我会再大声一点，我喊转身的时候，你们就不能动了。好，盖住了，预备。一二三，妈妈。好，好，走，一二三，妈妈。不能动，不能动。不要动，大家在健康步道上。一二三，妈妈。哎哎哎哎，一二三，妈妈。哎哎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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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招了，你回头来。 啊啪啪啪啪！等等，还有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啊？什么？啊，这快，妈妈说快点！要再快吗？对。tempo怎么样？你的节奏要喊，就喊，不要这样故意回头哈。一二三，妈妈。哈哈哈！一二三，妈妈乐。好，那就回去。哦，跌倒，完全跌倒。回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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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下完了，完了。预备。 一二三，妈妈乐！爬上来，还有机会哦！一二三，妈妈乐！哇！很快啊！这么快，我好紧张哦！一二三，妈妈乐！失败一次机会，等到没有机会。来颁奖2000。
谢谢，买东西给妈妈。对对对对，那失败的我也给1000了啊。对，因为妈妈也很辛苦嘛啊，来谢谢，谢谢，还有礼物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 ，Thank you。 我们另外一组来，请就位。哎，母亲节的第二组，你好吗？哎，妈妈，妈妈更年轻了啊。哎，退休了吗？还没。你在做？ 作业员，作业员，作业员啊，辛苦，你看很轻松，平常都有在工作，气质啊，你看，很年轻啊，应该没有50啊，有啦，有啊，这是儿子吗？对，最小的，哦，最小的，你几个小孩？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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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是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妈妈母亲节快乐啊！很棒很棒，哇，这个这样就对了。对呀，啊，妈妈你好，啊，妈妈是这里人吗？不是，哦，嘉义的，嘉义的，嘉义的哦，贵姓啊？姓陈，姓陈哦，几个小孩？多少？六个，六个有什么不容易？是很光荣，六个，六个小孩，几男几女啊？四个女的，两个男的。今天就你一个人来玩了啊！妈妈母亲节，那你要怎么玩？你找一个男生帮忙，找艺人帮忙啊！找艺人帮忙，帮忙啊！这六个小孩的妈妈又这么喜欢我们节目，嘉义，所以今天只有他一个来，小孩没来啊！那当仁不让了，一定是我来帮他赚奖金的嘛！来来来，来我鞋要脱吗？要了，要脱。来来，我去。我那个吼，我哎怎么样？我想找我们艺人郭宗佑啊。找我们艺人郭宗佑。你问题是不要瓜哥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会拖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你眼里不是艺人吗？是啦，你是瓜哥啊，我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，对对对，有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他太棒跑不动就对了啦。他会拖累你的，加油，加油，我跟你讲，他说你瓜哥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你太胖走得很辛苦。郭宗佑跟徐勇，他太强了啦！你挑郭宗佑啊？对，我郭宗佑不是，因为郭宗佑算厉害啊。我是想说尽帮妈妈尽一点心，可是这边还有林永月啊，这个也不错，林永月。郭宗佑是我儿子啊。谁？郭宗佑是你儿子？对对对。认识他吗？你认识他吗？就我妈，我认识。真的认识？你不要硬凑哦。真的是我亲妈妈。亲妈妈，对，我有六个兄弟姐妹。你都没有讲过你有六个兄弟姐妹。有啊，我在《明日之星》有讲过。你老幺吗？我是老幺啊，真的。哦，囝看安尼就成就的哦，袂歹啦。对，囝奶奶放心吗？好啊，系啊。细汉就爱综艺大集合啊，嘿，各位节目伊就最想要来参加。啊，伊配天公的时阵吼，袂当参加小细汉。小细汉啦。小细汉啦。现在不得了，魔王啦。魔王。对啊。好青春啊。美梦，美梦。你以前就许这种愿望，嗯，很好的愿望啊。哦，哎，这个囝让你足放心啦，吼。嗯，对。你有啥物话要甲伊讲？哎，这个玩游戏的时候要小心啊。非常年轻的啦，哦，谢谢你哦，谢谢光。啊，生六个不了不起啊，啊，来来，把绑起来吧，来来来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就位了啊，来准备好了，一二三，妈妈乐。要听前面喽！哎呦，观众朋友走很快哦！一什么？一什么？哎，一二三，妈妈！差不多，两边差不多哦！一二三，妈妈！不要不要下来哦！观众领先了，标准了，很标准了。是哎，被你吃到，没有，他吃的，我都吃到软掉了啦。都同时了哈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颁奖了哈。来来来，颁奖2000块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来这边，要修呀，谢谢。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谢谢。郭宗佑妈妈，我们有另外的安慰奖1000块，来妈妈。妈妈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那妈妈加码了吗？这个不用。
用送了吧，人家的儿子来了这个他啊，谢谢。对对对，这个单元啊，可以跟妈妈讲几句吗？好，你说。应该应该的。其实要抚养六个小孩子真的有点辛苦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希望妈妈呢，除了我回家陪她运动之外，她自己也可以出去运动，因为身体健康很重要。对，所以要多运动。对，家里小孩都孝顺吧。都很孝顺啊，都很孝顺，太棒了。你除了担心玩游戏，还担心什么？担心一个人在外面。外面不会，他有很多朋友啊。对啊，大家都就是三餐呐，还有啊，台北比较冷啊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一个人多快活啊，对啊。你好，希望是是是，跟妈妈讲应该对的。每一个单元呢，我们就开放一个名额，跟妈妈说起几句话了啊。来，我看看，来，小西西。小西西来，来，等一下啊，你好好讲哦，跟妈妈说，跟妈妈讲一下话啊，给你个框。嗨，潘妈，很久没见了，我是很久没见。因为爸妈离婚，所以小时候没什么。哦，单亲家在一起，谁在带？自己一个人。也对，你一个人过啊？那你很害怕过母亲节啊？那没关系，妈妈还是会看的啊。就母亲节快乐，就希望。在垦丁，自己好好照顾自己，就这样，千言万语放在心中。你多久去看一次妈妈？就一年只有两次，因为她还有别的家庭。你上次看她什么时候？就上次终于大集合，她来的时候。你会想你妈妈吗？会想，可是看到她不知道该讲什么。说我爱你啊。就是很尴尬。好，我妈，我爱你。要爱多一点，很多的东西。恨不要有，好不好？虽然曾经恨过吧。因为他很早就生我，16岁就生我。你看你手在抖。借这个时候把心里的压力抒发出来。就是辛苦你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小西西，我们祝你母亲节快乐了。母亲节快乐，谢谢。OK 啊。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经，每个人背后的家庭到底怎么样？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对父母永远是怀着感恩的心，好不好？小西西加油，好不好？来继续说幸福。的确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爱就要勇敢说出来。就算只是一通慰问的电话，说声妈妈我爱您，也绝对是温情满满的。我们每天都要让妈妈快快乐乐的，像过母亲节一样哦。接下来我们的新的游戏，我最高分。游戏呢，高度就这么高了哈。哎呦，天气真的比较闷热哦。我跟你讲，太阳有点大。以前从来没听到讲这种话。对。所以红了之后养尊处优。它变得不一样。我们外景都出30几年，哪有热？我不是。年轻人吃不了苦。我不是抱怨，我是跟大家分享说这样。不然你讲那么多，我们两个换个位置。为什么换位置？这是我转主 key 的地方，为什么换？真的。为什么？啊，这样。哦，好热哦。那边有太阳晒。那边有晒到太阳，你们这边都没有。不啊。过去一点吗？站过去一点，晒太阳是好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计较的。好热。对对对，因为这段呢需要好好大量的来加码。哦，这样。对对对，我们的欢迎，我们欢迎。哦，来了。哎，重要的。不用演了啊。朱一六六。这里是。加演了。啊，朱伟加了。加了。朱，这是这个牛姓有功啊。祝你委员啊，有啥物委员感大家鼓励嘿啊！啊，今有幸来到阮平和社区啊，来阮圣瑶宫啊，来家这里制造这个节奏来嘿。哎，阿妈，我你也过龙样啊！过龙样，快点，你讲一个嘛。这个用钱来假造他嘞，有那那黄毛的假造他，你讲。这老人，你菜市啊！注意，阮这里平和社区啦，平和社区啦。要建立阮这个信仰中，啊，早期就是讲，咱这妈祖就是咱这个普遍民间大家信仰。是，啊，所以阮信仰中的主神是咱这个妈祖婆。妈祖婆。啊，过来啊，讲安尼祖先娘娘，啊，不过阮村里内底吼，农业够生产以外，人嘛够生产。白子千孙。啊，白子千孙呐，谢谢。进来，欢迎啊！孤身班长，谢。他回来。谢。哇。你是主任，你我是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。农委会今天来干嘛？我们咱这叫平等社区，平等社区这边咱转讲政府名峡谷哦，因为农村社区吗？很卫生哦，农村再生哦，往南有处啊，有两个是，可以
的观光休闲地方，然后再来加青藤。OK OK， 了解了解。那今天是没有人加码的，啊，每个五郎也会加码，这个五郎加够。朱莉，朱莉，是朱莉，朱莉，我们加码，啊，朱莉加码，高加库，哦，高加，哦，我来如数了，我先来拿，啊，我是农村组的组长，是是是，好，那个有人加码，我们就马上进行。我最高杆的，来欢迎我最高杆。建国科大，你也建国科大？没有，我是这边在地的村民啊。村民，村民啊，你是建国科大？对，我是建国科大。什么队？棒球队啊？棒球队的。哦。几队？捕手。捕手，你呢？捕手。捕手。建国科大。建国科大的。热舞社。热舞社。哦。一个热舞社的，一个棒球，一个跟建国科大没关系的。你们怎么？你们怎么会组一队啊？我路人啊。你路人啊？对啊，经过看到好像蛮好玩。好。哦。好像蛮好玩。游戏哎。路经过行蛮好玩就可以玩，你看我们都随便。没有啦，他应该也是够格吧？没有报名就可以随便来玩。你有报名吗？有报名，好，有报名啊，那这样可以了。几岁啊？我现在20。20，那你明天呢？几岁？明天还是22。那你呢？18。18，22，18的。20，三个人一组。哦，我们跟他对抗呢，就是三个人的过去，3-0套零了，赢到我们的主持人，我们的这个来宾，我们的特别来宾。好，我们3-0，你们就6000块。套零就6000了。很强哦。有。一对一嘛。一条龙来了。对对对，那么如果是。1-3你们就没钱了，2-1你们还有3000块，赢的话是3000，套零是6000的。有不清楚的可以举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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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楚，清楚，清楚，清楚。好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预备，等一下。踊跃加油！那个来宾赢了有这个奖金，那我们的艺人呢？艺人呢赢了，我们折一半。折一半是1000的3000嘛。好，1000、3000。对的，你如果被他套零就没有了。好好，来加油啊！预备，踊跃加油！但是他距离赢啊，但是距离很明显啊，很吃力，对不对？你有事吗？没有，没事，没有事，没有事来参加这个游戏，没事，他就是没事来啊，有事就不能来露营了。没有事啊，有奇怪，你有受伤？没有，你有踹吗？没有，没有事啊，没有试过，有，这里没事，有事，你们到底对我有没有事啊？我问他有没有试过，他说有事。那我现在有没有事？他说没事。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讲哪一个。你又不要随便报名参加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那你们现在0-1落后了。这组最多也不过是3000块了。来，请就位。好，第二位。你们，那没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第三个不用比啦，接下来你们就要套零。对啊，套零才有奖金。你们。瘦怎么那么有力啊？我瘦好处就是他体格比较轻，哎呦，一般呢，很少看到捕手那么瘦的，对，很少，捕手都是像要壮啊，林红玉啊，郑达宏啊，对啊，达宏那种，对，手臂还这么有力量，你也不错啦，有点难嘞，真的难吗？是真的落败了耶，落败。那跟那个档不一样，抓不到那个点。档的话轻松一点。对，哦，档比较有可以用。这个比较吃力，对不对？我说要顺来就自然了。对，一开始是我们的盟主嘛。太厉害了，来1-1握手一下啊。好，1-1啊。1-1，有机还是有机会拿奖金的。第三慢尾节，请就位。同伟杰不要轻敌啊，这个一看就做偶趣的那种哈。哦，对。看他这个样子。你不要轻敌啊，阿波你更丢呀。又来了。
哎，这位先生，阿内五个你惊到哦？惊啊！我怕我惊啊！我惊！八块七呢，鲈鱼线呢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的惊啊！我的惊！我的惊！我的惊！你赢了，你赢了有3000块，你输了1毛都没有。哎，要赢哦！你1比1啊，因为。把脸遮起来就好了。遮起来，遮起来，遮起来。哇！看他有没有买肌肉啊？去后面拔罐，去后面拔罐，刮痧。他的优点是他有肌肉啊。怎么会松掉呢？这太大意了吧？你看，我看他稳扎稳打。嗯。你看他弹下来笑出来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就是啊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原住民啊。对啊，这放心了。当然话了哈。赢定了俩，颁奖了。等一下啦，我们这个主任委员，来，你2000块我找。有吗？没有，有2000块钱，谢谢。因为好，这个我们加1000，来我们请主任委员颁给他们。我们有啊，你们三位哦，获得了优胜奖。谢谢，谢谢，握手，谢谢主任委员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两个是全国各大的，来，请拿去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要注意了，谢谢。好。我们设计的东西要送给设有东西，可是我们市长还有东西要送。我们来比赛一道一半，理事长有带红包吗？哎呦，有，我们看。你好，你好，这红米啊呢？这什么？这是咱平和社区哦，家己做的玄米上面，啊，这是玄米茶啊。哇，这米糊，米糊啊，米吼，米是经过7天7夜来拍的哦，哎，人工晒的，天然光滑的，哎，广东的光滑，哎，晒出来的米特别香哦，是，所以米糊啊，还有这个玄米茶，用米要送给大家啦。对哦，对，这是本地的对吧？也是送给观众朋友，赶快上，是。总干事啊，我是社区理事长，理事长，女生有挑战，女生啊，有没有女生？哦，这什么样的挑战啊？好狡猾哦，好狡猾，那个不用问了，他偶像就董哥啦，哎，摔成这样，这个刚表现的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董哥还不错，我也觉得，他摔的有100分啦，我觉得他那个还是还有点小瑕疵啊。小雨啊，对，您叫李一珍，李一珍，什么科系？休闲系。休闲，你也休闲系？我也是休闲系的。吃玩乐嘛？当然，不是这样而已啦。还有哪些？就我们是会玩的一群。啊，会玩的一群。是会玩。啊，可是你们参加错项目啊？这个项目？这个你们手有力吗？我们尽力。你尽力啊？对，尽力。啊，那我们就派博鱼啊，陈怡婷啊，对啊，单打独斗赢一个就2000啊，赢一个啊，哦，女生一个就2000啊，女生那个要上去多难啊，对，好吧，你要挑陈怡婷还是林博鱼？让你先挑嘛，这个是我们运动主播啊，这是我们体育健将，对，那有得选吗？有啊，这两个，就我们啊，对，来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镜头好拍一点，来，一样高哎，那跟您指派给我吧，推荐，对。董哥好了，可以赢哦。没有啦，一定赢的嘛。我觉得你博宇啊，好。你觉得陈怡婷啊，因为实力，我都没有看过你们实力嘛。对呀，不晓得。来，博宇，你跟你先上来。好，来，小雨，小雨对博宇，小雨。女生有缩短的哈，抓不到也要算距离哦。比远啦，如果即使啊掉下来的话，即使掉下来不要动，我们看姿势哈。来，同时掉的话了哈。不能动，掉下来就不能动了。要每次最佳美技奖啊！掉下来不能动了，我们看手长脚长的哈。跳远了，博宇还在加油，博宇加油，加油！好来啊，你们是挑战，但没有限时啊，你能撑多久就撑多久。真的是非常非常慢的，起码都有在前进。看到提
的姿势来讲，他的手高过他的脚嘛，所以是看手。但是呢，不能用这样论，因为他掉下来的时候他还走了两步。对啊，所以因为判断是他赢啊。哦。你对他支撑的比较久嘛？对啊，你为什么掉下来不往这边倒？对，往后嘞。我已经就讲那么清楚了，你还让我这么难做人。你今年几岁这么不懂事？我想说叠漂亮一点，但是要叠漂亮一点，叠漂亮一点。他的右脸比较漂亮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有应该。那你再叠一次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呀，叠漂亮点啊，叠。1、2、3叠。哎呀，对，这样不是很漂亮吗？你为什么叠到那边去呢？是啊，我们这单元在比赛叠的吗？不是，因为同时下来的时候就要看距离，他比较晚嘛。对呀，想着看怎么样，他比较晚。终点嘛，那还是他也后手。但是他跑的距离也是比较长，比较长一点点呐。我们等一下颁奖好不好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，看来杨来，来看你另外一个同学叠哈，尽量摔下姿势往前挤哈，预备。讲话吗？哎，你是新来的。是啊，不是，因为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裁判，请给分。这是标准的。第一个，他走比较远。第二个，他跑得比较漂亮。跳动漂亮。完全，完全是玩风陈意婷。对，脚也比他长，摔的姿势比较美，而且手指都还往上撑。而且还有露小蛮腰。对他几乎都已经超过了终点。你这个摔友都破离谱了，摔得超过终点，他很厉害，来掌声鼓励。来，轻一点，来来，好，两个完全赢我们的艺人呐。对啊，那我们要请刚刚进来的总干事是啊，李市长，李市长，不好意思，李市长，你要拿2000块哈，来，一人1000了哈，来，来，你刚刚赢2000，来，李市长的，冷静回应，好，我们握手，谢谢李市长，好，李市长了哈。来，这边是大集合2000，恭喜，握手一下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来开放，我个人提供3000块哈，啊，3000块，要比什么？比一定要到终点，男生呐，哦，要到终点最快的只取一名冠军，哦，最快的3000块。对，如果是三个比赛，那就三个嘛，一个个来嘛。好啊，如果是4个，就要算时间。算时间，来三个，有了有了。好多狐狸啊！哎呦，那个干嘛3、4、6啊？我提供3000块，一人也可以来哟。哦好，你要吗？三个可以啊？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什么？没有事，我是没事，但是我想过事，但是你有事吗？我是没事，但我想事。没事就好了，没事就旁边休息，没事。邱长汉，对，年纪应该有30了吧，快40，快40啊，40岁，为什么这么手背很粗呢？没有没有，有在练吗？没有没有，做什么？跑步，跑步，文书处理，文书处理，打电脑打电脑，对呀，文书处理，会不会他们乱报行业？什么钢筋的，钢筋水泥的，这个打电脑是可以打成这个样子？怎么可能？所以谎报嘛，一定是有在练，对，有在健身呐。不是，他打电脑不是这样打，他是这样打电脑。哦，好的，你不能谎报职业啊！你有在健身啊？还有吗？就跑步、拉拉单杠。拉拉单杠。看有什么用？我们还有一个比他更好看的，来，董伟杰。我来了。要比他好看的，你看到吗？1、2、3，哎呦哎呦！董伟杰，你真的是没力吗？我吗？滑掉力啊！滑掉怎么会掉嘞？太，我跟你讲，想不想要回面子？想啊！要不要再一次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呀，好啊！你刚刚我看就是滑掉，是不能因为滑掉的损害了年轻人一辈子啊，对不对？加油啊！啊！为什么每次失败你脸皮还那么厚，还笑？啊！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感谢光哥给我机会。我看每个人都很难过，你从来没有难过过。哪有啊？我内心的比赛，到底是内心这种厚脸皮到底学谁？不是我在欺负你，我是要让你给你机会啊。对啊，光哥，我偶像是你啊。
所以他在选你了。我失败，我很难过。他都笑笑的，也没管。你没有难过啊？我很难过。你都找理由，你没有难过，你是不是找理由？最近我还找理由，他没有啊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要啊要。要不要？要。那麻烦你排第四吧。好，谢谢。哪里跌倒哪里。对，健身的健身的。你的体重吗？体重。我是大爱大学学社关系的黄玉伟。黄玉伟，还是学生哦？没错，还是学生。你是当完兵才念吗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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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是什么队吗？正统念的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好。哎，你讲话这样讲，你不会累吗？我都听得都累了。没有休闲的，一定看那两个女生就休闲的。哦。一定要练运动的啦。对。没有健康身体怎么休闲？对啊，也是，还是要有健康的。阿伟阿伟啊，谢谢，太有亲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国科大的学生，建国科大尖叫声。好，刚刚有四位了，四位就分，不管谁跟谁同组啦，我们不是比赢的啦，比赢的我要比速度，是比拉到那个多几秒啦。最后四个，我有个总冠军，就是我们给3000块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就一次哦，啊，掉下来就没了。谁跟谁同组没关系，你们俩就一组，你们俩一组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可以脱衣服比较好看嘛，来，你们俩先来，好来，加油，加油啊！总奖金3000块哦，你有看到？到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到达终点就不要讲了啊。掉下来就没了啊！没有比远的啦，一定要拉到那条筋子啊！预备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哎，喂！好，我们来看到，我们来看到这一位黑色红裙子，这位黑色的红裙子，秒数哦，秒秒数哦，有一点像在引体向上，没有，引体向上，引体向上，好。指定说一定要扯到那个金子，不然的话，有事有事，你们俩都到达不了目标。好，谢谢两位。谢谢。因为两位吃香了，吃香了，有机会了。有你们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谁拿到谁就赢了。是谁拿到谁统计了。吞下去，来来，就位就位就位。有机会哦。你们好，现在到达终点了。出处理了，你看。拿电脑。摸鞋子干嘛？他现在欠揍，看看多专业。这应该是不敢再脱鞋子而已。脱掉，脱掉。两个是兄弟哦。没有。OK， 准备好啊，不要开玩笑。现在到达终点就赢了，因为那两个淘汰了嘛。嗯。好，李飞。撑下去哦，加油！文书哥。掉下来了，对，来礼物，通过你是实至名归啊，就好像我第一次一样。将你的方块输送给你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厉害了，你也厉害了，多拉一步就好了。童文杰，童文杰，你看几秒？20秒，二十秒很快。我刚刚讲，你看我们对他多有信心，真的。啊，高哥，你刚刚都对他有信心了。对啊，不然我们叫他吃什么干嘛？对啦，你刚刚你问他怎么？我觉得他是手松掉，那因为手松掉啊，就否定他在节目的努力。对，你回顾他在节目当中啊，屡败屡战，但屡战也屡败。后来你看到这个节目尽心尽力啊，所以我们要给他机会，终于呢，终于有3000块奖金。恭喜高哥。这是你实力得来的。对，那今天是母亲节嘛，就你来帮啊，来，来来来，你跟大家讲，你跟妈妈，妈妈，你讲，刚刚小七七讲的嘛，哈，妈妈辛苦了。然后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女生，她都不说的，表面看起来很坚强，我知道她都有些话都不说出来，放在心里面。所以我会想要变得越来越强，等妈妈老了以后，肩膀给她靠。最后你要说什么？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我爱你。OK， 谢谢童文杰。
很努力的，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努力大家看得到的。好，我们继续送幸福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前往彰化大业大学。我们来的这一天刚好学校正在办理全中运，我们当然一定要赶快去凑一下热闹啊！全中运的比赛场地之一，那他们也是全中运呢开幕的表演嘉宾，表演团体，表演很好，所以他们是大业大学的啦啦队。啦啦队，他们这一次得到这个啦啦队乙组的冠军呢。啦啦队还分乙组、甲组、丙组啊？有分甲乙啦，他们是。现在这个彰化是全中运的时期嘛，那大家也是，这边也是表演的场地啊，那大家就是要响应这个全中运这么重要的赛事，这么重要的活动。你一直讲全中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不好意思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刚好我这次就是全中运的那个圣火祭开幕的主持人。乙组冠军，你好。有队长吗？还是是队长？你是队长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乙组冠军啊，厉害啊！对，这是全中运来表演啊。对啊。哦，所以来炫耀就对了。没有啊，人家得到荣耀，是不是？哦，不错，是的。我们拉拉队就是互相信任呐。对啊，对啊。而且练习要注意到安全啊，不要让人家担心啊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。嗯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播出是母亲节。对。你不要那么惊讶。对啊。你可以配合一点吗？母亲节。大家不知道谁是录影的，你还要演啊？对啊，那你队长，对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好漂亮，母亲节，该跟母亲说什么？有什么话跟妈妈讲？妈妈祝身体健康，帮我多赚点钱。学生可以讲这种话，毕业就不行了啊！毕业要靠自己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努力赚起学费，爸爸妈妈都很辛苦了啊！你们也都很辛苦了，母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啊！要给他们多鼓励一下了啊！还要玩游戏呢，什么东西？跟人 PK 后空翻。哎，他很懂哦，他知道你讲这个话，表示要打发他了。他讲话，但他接太快了。你们的啦啦队，我们你看我们谁是啦啦队，可以跟你们这样比。他刚刚说要 PK 什么？后空翻。瓜哥有一个教练。PK 后空翻，你能翻吗？我不会。那你看我能翻吗？你当然不行啊，我还要看吗？走神之王可以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别开玩笑。我们这里哪有对什么？那不是回到原则主点，怎么跟他比翻？我们没有办法。没有，对，不是因为翻，我得有啊。谁可以翻？有啊。没有人说有啊，没有人说有啊。没有啊。谁说来猜？你，我当然知道你啦啦队，你当然可以。问题是我吗？等一下，人家要怎么翻嘛？我们看一下怎么翻。刚刚都没有翻，没翻，都是太厉害的抢翻了。我问你，我们有人会翻什么比赛？就我们会一个一个翻。什么叫一个个翻？就是他先跳，然后换他再跳，然后看谁先没体力。最撑最久的就算赢啊！后空翻比体力，看谁翻最久啊那样。撑得完，这也叫比赛啊？耶！啊，这会不会比到明天？很累耶！后空翻耗体力很好，你要这样比啊？对，你跟他，我们只有第一个同伟杰了，你要跟他对比啊？没有，我们还有一些伙伴们。伙伴啊！你们有多少呀？伙伴们，我们两位啊，还有其他学校也要来 PK。其他学校？其他学校还是谁？来，球员，我来，你们在干嘛？就是，你们都你为什么打出来的？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我今天是抱着打公司名号，金牌女替。金牌什么叫金牌女替？在做什么事？你打金牌女替，然后替身啊，替身啊，你认识啊？
对啊，就是专门就帮我们做替身的啊。那也武行就对了。那你不需要有穿成女装啊？要帮女生做替身啊？因为我待会有一段表演，然后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女演员是怎么武打。武打就是我们替她完成这些这戏剧舞对对对对对，艺术美学。他们到底来比赛还是来炫技的？比赛，比赛为什么还要示范一段女生怎么读？比赛，那但是他们必须要像他们一样，他们是啦啦队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我是学跳舞的，啊，他是学替身的，哎，总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他是干嘛嘛，对不对？能，很能，哎呦，所以要这种身材啊，不然替不了。因为他连女生都要替身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这种你还算快的，那是你算瘦了。这位大哥，你是我是替什么？建国科大，建国啦啦队。我是跳舞的。哎，他们大一大学，你是建国科大跳舞的。哦，别的学校混进来。我在外面舞馆踢。你呢？我是半县舞院的。啊，舞馆。舞馆。哦。隔壁是面馆的吗？你是面馆的吗？那什么馆？饺子馆。我是大一大学的啦啦队。你是派他出来是吧？对啊，那两位比较会的。那两位啊？两个。哦，你一次派两个？一次派两个。所以你现在穿这样没有不方便了啊？你只是为了表演对不对？太方便了。比赛为什么？对啊，先保留体力。为了还表演这样，对啊？还是你不要比赛，待会来表演？好啊，不然你不要比了。不行啊，比赛。一二三四。好，那童伟杰就排最后一号。好。一号选手来，请举手。二号选手了，三号选手，四号选手，在这里，五号、六号，他们都站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待会一人翻一次，很公平嘛。好，对，但那块会淘汰，这个奖金要很高啊，因为很多费体力嘛。但是加多少奖金是看我们的今天有没有贵宾加码。你既然都来这边主持全中运了，那谁来加码？我问你。加码，谁来加码？学校嘛，你找学校。学校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学校长，副学校长，学校长，欢迎副校长。是，你们是从哪里看到他名牌有学务长？副学务长，他长得就看起来就是学务长的那种。哦，你真的的职称是？我是副学务长。贵姓？大姓八。八副学务长，副学务长，你要不要介绍这个学校？大概，首先我非常欢迎，庄哥所带领的中艺大集合节目，然后所有的艺人哈到我们大一大学来。大一大学是一个亚洲绿色大学排名第一的大学，哇，绿色大学，你看我们景致是这么样的优美，是啊，念大业，好就业，就好业，好就业就好业，你看到没有？不晓得我们副学长有？当然了，入大业总会空手而回。哎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所以啊，有准备，有准备，对，有准备。大学务长，这个奖金非常丰富啊。是，那怎么办？那这样好了，六位参赛者，我们第一名呢，我们最高的奖金，我们应该给到第一名，应该给到5000呢。好，第二名给3000，就取这两名就好。好，5000的3000。好，那其他压错四，我们要开始下注嘛？下错的谁下注？我们要下注，怎么来选呢？这样，我们待会往后退，我们看一号、二号，可是他一直翻一次。翻完之后呢，你觉得谁会赢的，就往后面站。好啊，我们前面第一个淘汰的，第二个淘汰的，第三个淘汰的，第四个淘汰的，选到那四个都要处罚，只有冠亚军不用处罚。几率也太高了吧？8000块怎么给呢？副学长给5000，好，你给2000，好，你给1000，好，8000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会给1000呢？我很少在。我给1000哈。对嘛？你怎么会这么自然？你给1000？对，习惯了。我以为你是主委还是副？没有啦。就光哥给1000。好，我们先后退。那个处罚很严格哦，我今天想到一个处罚了。那这样嘛，可能会皮开肉绽的哈。太恐怖了吧？没关系。什么没关系？你也要选哦。你要，你不可以那个。现在注意看，来一号了，准备好了，刚第一轮就大家注意看了，来一号，请翻，翻一个就好，耍什么时候帅？看清楚，记住，二号请翻，轻松啊，这个不错，哎，你是？建国跳舞的嘛，这个是女打仔，哎，这是建国的舞蹈，这个是武术的男打仔，半线的武馆的，来跳一个，好，四号是大业大学的，来，直接拉拉队，还有，我都大了，哎，各位。这个就是手碰地啊，这个就淘汰了，淘汰啊。
他是示范赛，在演对不对？不敢，我这个我们是不会吓他，不会吓他的，有点来误导我们。五号吓住的啦啦队，这才能，这就算得了吧。来六号，洪伟杰，算是本分。OK OK 吗？等一下，各位听清楚啊，我们是讲这个耐力哦，嗯，因为他会一直翻哦。现在已经有去掉一个你们不用选的嘛，很好选的，对不对？有人会想选啊？搞不好他是属于比赛型选手啊。对，有人是不太好。现在开始下注了，各位请站后面。要选他。来，选手请蹲下，选手请蹲下。你们为什么选一号？因为月玲，我跟他还有这种姿势啊，月玲，我跟他算是旧识了，认识很久了，就是我们戏剧里面的武术指导。那你是跟他跑？没有，我觉得他刚刚一个后空翻很轻盈哦，对，但他瘦瘦的，我觉得应该比较对，可以耐久度比较好。好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月玲，月玲，后面有三个人啊，你要努力翻了啊！第一名5000了，不要小看了啊！你为什么喜欢他？感觉很干练。很干练，跳舞的 B boy， 我刚刚跟他基本的访谈一下。你们两个想自杀的？什么自杀？他武术的哎。而且各位，你们要看仔细，这六位里面就是他的体态最轻盈、最娇小。像我们这种瘦小的，可以体力比较翻比较久。像我这种比较纤细的，你没有好不好？你看，如果我跟董哥要去比赛，大家一定会觉得，哎，我比较瘦，可能会跑得比较远。好。加油，三号，董哥。要说自杀，我才是自杀的。我莫名其妙，他就往前倒了点。我一看大家都有电子战，就像这个没人战。你就太猛了。可是呢，我愿意相信他的原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连那个拉队都跟我讲，董哥下来换那边，换那边。我还站在这。我认为呢，是大业的吗？他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大业的哎，大业还叫我不要选他，但是我认为啊，我不认为，越是这种人啊，他会更认真。我觉得，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很，今天主场是大业啦，对，我觉得他是个烟雾弹。哦，哎呀，你过关了。真的吗？你要问我选哪里？嗯，那对啊，绝对不会选这里。你为什么选他？小鲜肉有体力哦，而且队长第一个就下来指定他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我相信他。郭宗佑，巴蒂巴蒂，自己的兄弟一定要支持。而且还有一点是，我觉得你们太小看他了。嗯，我有跟他一起训练过，我见识过他的肌力。哦，他的肌力真的是无限。他今天体力已经耗尽了啊！没有，肌力他没有耗尽的一天。好，真的，各位都选好了，各位都当见证人了。每个人翻一圈哈，掉下来像刚刚那个示范的，就是失败，手一定就是失败。他是故意的，看谁能撑到最后。首先第一个淘汰的呢，我们就像他啊要。淘汰的人，我们待会就要处罚了。那个要处罚，什么处罚呢？就是把那个麻将的夹子啊，夹在脸上。什么？打麻将？铁的耶。对，夹在脸上，然后那个人绑在身上，他后空翻把你夹子。开玩笑啊！来，就位，站好，站好。真的假的啦？干什么？这边干什么？你不能改了。不能改啊！你刚没有先讲惩罚方式啊？我已经讲很残忍了，来。站好，麻将那个站好，来预备，怎么预备？等一下，怎么预备？你现在要干嘛？裁判呢？什么裁判？没有，你要选一个。那我选了，谁来主持这个？公平啊！不用啊，大家都看就好了，最好主持吗？会赖皮？你们会赖皮？没有赖皮，是你现在在赖皮。自己有说你要选，你报个号码就好。好，现在观众选的黄伟杰，你不能换了。我不能换啊。郭宗佑讲的我就相信啊！你是因为郭宗佑讲的话，所以你选董伟杰。董伟杰，我们节目这么卖命，如果我为了他被夹，我也心甘情愿。真的吗？对。你前面有玩体力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啊？可以吗？你怎么犹豫了呢？可以啊！可以！哎，不要丢脸啊！好，瓜哥是下六号就对了啊！对。好，来啊，准备了。谁能赢得后空翻耐力赛的冠军呢？啦啦队队员、武术高手、热舞达人，还是我们的艺人童维杰呢？来，正式比赛了，冠军的5000了，亚军有3000了，一号开始哦，准备好，预备。我是买第六号的了啊。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
三浪来，一号，加油，三号漂亮。OK 了，第四轮，第四轮，一号，加油！二号，三号，三号稳稳稳，四号小心，有没有？没摸到，没摸到，没有，没有，手没摸到，没摸到，有碰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老实讲，老实有吧？老实讲，自己知最知道。你就看着自己，你自己老实讲。诚实一点好了，诚实一点。有，他说有，淘汰。我们不用问他自己说有啊，学生一定是真的，学生一定是诚实的，输不丢脸，说谎还丢脸，对他诚实啊，给他鼓励一下。你到后面去休息一下，最鼓励了，对。好，第一轮淘汰一位，来五六往这里，五号来哦，第五号开始啊，第四轮第五号，五号，六号，洪伟杰，一号，我们武术替身。建国科大舞蹈系，三号我们的武术选手，五号，六号洪伟杰，第六乱，撸来撸跳嘛哦，好，头发掉了，加油加油！现在体力开始慢慢的，第七轮，加快加快加快！看到这五位呢，实力相当，实力相当，都差不多哦。然后二号小心了，二号身体刚好都往前的倾向。哦，比赛真是非常好看。累了，有点累了，大家有点累了。盯住哦！有有有有，二号五号请小心 ，Go Go Go！ 哇，这是一场耐力赛，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注目着你们的后空翻。两位淘汰，现在六号必须少翻一个嘛？对，六号要先翻。六号必须开始啊，预备。六号 ，OK， 又回到了一号。二号小心了，满头大汗。三号，非常轻盈，帅气，漂亮。哇，这四个，哎呦，有一点接不上来哦。二号，好帅啊，你跟阿翔一样帅。二号，三号，六号。轻盈，一号，一号很稳，二号，微博了啦，微博了啦，三号，六号，童伟杰好猛哦，哎，童伟杰很猛哎，头会晕哦，注意头会晕哦，怎么了？哇，不行了，他不行了。累了累了，累了累了累了，累了不勉强，要从三号来哦，三号要讲哦，三号越来越快了，李威，从三号，从三号开始，三号听哨音哦，不要急着跳，李威，还有琴，六号，童伟杰真的很猛，最稳的，哇，替身的真的也不错，稳扎稳稳的嘞，这三个都还稳稳的嘞，都没有感觉要摸地的感觉。弟弟加油！弟弟好厉害哦，这是武术底子。你快来不及了，弟弟加油！弟弟输了。哎呦，不想输啊！大家都要三千，要五千哦。洪伟杰，顶住挂好屌哦！看得好感动哦！加油！不行，要讲啊！已经不稳了，是哎。洪伟杰不稳哦。不行，要讲哦。晕了吧？顶住啊！
哇，这已经不知道翻到第三十几圈了。第几轮了？一号有一点体力下滑了。一号不行啊！一号小心哦，越翻越低哦。童伟杰真的很猛哦。哇，这后空翻可以翻了那么多圈哦，天鹅啊！一号有二啊一声，一号翻完二啊一声，活了。小心哦，一号翻完二啊一声。要盯住哦，大家盯住哦，硬是要拿到冠军哦。硬是盯住哦，这是男人的面子啊。摸地。摸一下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老了，年纪有差、啊。这一组呢，已经有一个五千，一个三千。对，我们就跳最后五千了。如果一样的就平分掉了。五千他们应该还不会累。回来，来，预备。来，来，来，弟弟来。不管了。童伟杰很猛的，童伟杰真的无限体力耶，他在深呼吸哦。童伟杰的脸腔、脸球拍垮哦，童伟杰，你在跳吗？弟弟往前一点，弟弟往前一点。哎呦，感觉要分胜负了吗？累了。一次没有分出胜负啊！哇，两位。非常感人啊，感人啊，我们看得于心不忍。那个，我觉得，那个谁，岳灵，我们的武打岳灵。我决定选择这组也不要处罚，因为他真的很卖力。对，他真的很卖力啊。真的啊，我觉得太感人了。而且你的年纪现在几岁？你几岁？二五哦，看起来像三五，我还以为年纪比较长，保养的比较差。没在保养，而且她是女替身，我本来要你前面让她表演，她哪有后面跳二十？对呀，起码三十圈有了啦。所以我不想让她先表演，先表演她体力一定消耗。很喘。对啊，那你现在也不用表演，也没力了。没力了。对，但是我们呢，我跟你讲，我还会颁发，我们还是要凑2000块给她。好，我们先颁一个，算是第三名。第三名。来，这个是怎么讲？让我们感动了。感动奖。真的让我感动，这就是运动精神啊。对，我们在旁边吹。我眼泪跟汗水都分不清楚。不会了，汗水是多一点。哦，对对对，还好。感人的，真的感人的，你辛苦了啊，你辛苦。那这两位，你们真的拼命，你好棒啊！来感动感动，来那个吴学友长嘛，这样怎么办？那这样5000给来宾好了。对了，好吧，5000给他。好，来谢谢。武术，你学什么拳？醉拳。但是有机会再到节目来表演。很想看你表演，年纪轻轻才18岁而已嘛。很感动啊，感动。17岁。啊，加油了哈！好，来，来第二，算也另外一个第一名了。对对对，反正都自己人的嘛。对啊，他们已经不分一二了。没有两千了，花哥1000了。来来，加油！3000块，同学，今天1000块了。哇，他上面有人啊。对。你就取3位刚刚失败的，啊，你下注一个，你啊，我一个，第二个是小西西嘛，一个踊跃嘛，第三是踊跃吗？就3位嘛，3个踊跃的，好，就3个要处罚嘛。哦，这要，来我帮你拿，拜托可不可以？不要拿那麻将那个，没有，我要斟酌一下，来，好来，来准备好了。哎呦，这处罚太恐怖了，你看董哥，他会很轻，好恐怖，我个人，你是要承受啊？而且他第一次嘴唇呢？他现在4个夹子，空翻把他拉下来 ，Oh my god！ 好来，哦，选错人了，下一位，你选的啦，踊跃来啊，踊跃来了，你们，踊跃选的是2号，他先说了一个。小西西啊！下一位是谁？你现在还想不出来啊？
唇卷一下吗？嘴唇吧。鼻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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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哈！啊哈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看，太油了。啊，太油了啊！准备了。听声音，听声音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有事吗？还没翻呢，还没翻呢。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有什么事？下注人公平嘛，来来来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蛮感人的。光看这段真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啊！平常时我要来个侧翻都会摔个七荤八素，他们竟然可以连续三十几个后空翻，真是让人佩服哎！而且每个年轻人都展现了不服输的运动家精神，真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这个彰化的确是一个体育的那个重镇啊，太厉害了！这个我们现在挪到室内体育馆，终于比较凉爽了。大家好，我说，这样也比较凉一点啦。对呀，对呀。我帮母亲节录影录到她中暑了，流了满头满头大汗。对呀，尤其刚刚小西西跟妈妈讲几段，好感人呐。哦，对不对？还有那童伟杰，对呀，还有妈妈讲的母亲节，对呀。最美国人愿意借用了这个大姐的这节目呢，我在那边说声妈妈。我好爱你啊！我们一般人都很羞于启齿讲这个话，但是我觉得身为子女的，我永远以你为傲。你的年纪是越来越大了，你真的要好好保重自己。我的工作有它的辛苦，有它的风险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在露营的时候或者在平常的时候呢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就没有回去看你了。借着母亲节这一天。也还在录影，我希望跟你说声，你永远在我心目中是最伟大的女性。谢谢，妈妈，你得相信我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独在家里面。不是，我讲的都。都流眼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大家睡成这样子，不对吧？现在是母亲节。讲完了，起来啊！你讲完了，我哦哦。那个内框一直在打转，怎么你们可以开个？你们这样睡得着啊？不是，怎么这么？我们怎么突然会讲到他去感谢母亲呢？你干嘛讲啊？我的节目大家都轮流讲吗？有人 Q 你吗？啊？有人 Q 你吗？你们准备好了？这不就是那个给那个也要讲的，要跟祝福母亲的、啊？你看，这像不像那个什么联访的时候那个？有没有？那麦克风呢？一直一直都摆在这里。疯了！这是我们要玩游戏的，你拿来就拿来讲，讲什么？对啊，而且这一段又没有要讲。对啊，我们这段没有说要谢谢母亲，谢谢母亲，我们会这样子啊。对，我们手会这样是一个。对啊，都有这个。那这也不对啊！我们有什么游戏需要点这么多个蜡烛的？当然有啦。哦哦，你说怎么用屁股那个坐过去啊？哎呦，那个只有一根而已啊！不是，今天要玩的游戏可慎重了，因为这个是新出炉的金牌选手来到现场啊！人家我们是点蜡烛准备欢迎他来。有金牌选手来啊！你这你对啊？哎，那你讲那么长干嘛？对啊，浪费时间，大家都睡着了。都睡着了，而且都真的很久。得到冠军是这个大爷，对。刚好就在这个场地。对。现在是全中运。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人家是欢迎冠军选手跑到这边睡觉啊！你误会了，你知不知道坐在刚刚那个跆拳道冠军的选手就出炉了？来来，欢迎欢迎！我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好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家。对，这刚出炉的呢，来自我介绍，我是云林农工的谢敏坤。谢敏坤啊，你什么级的冠军？80公斤级。对，什么时候得冠军？今天就在刚刚。刚刚。哎呦，烫的，烫的，哎呦，金牌还烫的，哎，
我八十公斤，他也八十公斤，结果我们是赘肉，他是你看，对，他是肌肉，人家。人家是冠军，本来要欢迎他，你就站在人家讲台那边讲半天，你不是妈妈开心啊？今天母亲节，要不要跟妈妈讲几句话？好，妈妈我爱你。最大的光荣，妈妈也爱你。最好的母亲节礼物了，就是拿金牌了。是的，这个您是什么级？74公斤级。74公斤级，你是彰化地区吗？崇实高工，崇实高，彰化县嘛哈。对。哇，你看跆拳道是将来是有机会在奥林匹克拿奖牌的，就是对，加油！你呢？你是什么级数？74公斤。哎，所以得到金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恭喜恭喜！哇，太棒了太棒！再次是释明坤、赖宏敏跟陈玉俊，这战绩在你还年轻，16岁吧？对，16岁还有机会，来日方长。对啊，个个都是明日之星，继续努力。你有参加过国际赛事吗？没有，但是这次会有机会的。对，那今天三位来呢，我们来到我们现场呢，我们就准备用点这个蜡烛来比赛，点蜡烛比赛啊？对，不是啦，啊，我们看一脚定江山嘛。啊，跆拳道讲究是脚风，灯全部就灭掉了啊。对，有没有这样正踢，或者这样踢？只要是一脚就对了。一脚，一个人一脚，看能吹灭几只。我们也派出3位代表，我们也要初选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先往后退一下吧。来，我们蜡烛点起来，我们来初选一下。好，来，这有10根蜡烛，你一脚定江山，可以灭掉几只？我们现在初选了。我因为没有穿你们这个裤子，所以可能窄裤，我比较吃亏了。方哥先示范，长腿。我只在暖身哦，现在是暖身哦。来，你们泰拳来。泰拳，那我们红毛一脚啊，毛哥，红毛哥，脚一脚，两根，你有穿裤子才2根。下一位，第一个，对，不要踢到他啊。好，一根也没有，一根也没有。还笑我3根，我还最多的嘞。目前三根是厉害的，观众，有没有踢太高了？3根还是最厉害的了。测验一下这个距离。哇！九哎！那我知道了，你必须要从上面下去。对呀。刚刚是侧面，我现在知道了。这样你知道了吗？睡啊！啊，你不要踢到蜡烛哦。哎，好气面对我。准备啊！真的全面，对，你看他火生生，他火都起不来了，被我一压他起不来了。后面的3个还要比吗？不用比了。哎，我只能说啊，瓜哥在这节目10几年来啊，跟工作人员默契啊，培养的是越来越好，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来，那个芭蕉蛋进来，你刚你三的嘛，你拿这一把会不会太小把啊？我一边踢你一边三啊，太猛了吧？难怪我后面有风。他是怕我们热，帮我们扇，这能扇得掉吗？怎么会扇不掉？扇得掉吗？这一点一扇就扇掉，怎么扇不掉？你点开扇看，你那污蔑我。啊，你刮哥的时候就1、2、3，哇！你看到没有？团购啊！你把我们穿帮掉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选拔，在初选，我们要跟他比赛。对啊，这个是要认真比赛的，你们不能这样子一弄，大家以为你厉害。你们比啊，你们比啊，我们都不用了，你们自己比啊。不是，哎，你不要这种态度，自己比啊比啊，自己出奖金啊，自己出奖金。又不会踢。不是，我们不是不会踢，我们要选出最优秀的。还是郭宗佑就最优秀了，还是谁？郭宗佑。这个我刚刚踢也踢3根呐，你谁有踢过3根的？没有。就他踢了7根嘛。所以我们两个就已经2棒。啦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吹要几棒嘛？要3棒，那要3棒啊！来3棒，来哥哥，我来踢嘛！不能用扇子啊！不能扇子啊！来！我每次啊都被工作人员害，像上次举重，我也真的举100公斤，有人说是假的。啊，我做任何真的，人家有人说是假的。阿萨，你和我大姐啊，阿达，做真的，来预备，几率实在太小了。报告！你如果真等等，不是，我以为。
翘。为了回旋踢风会比较大。你好好踢了，好好踢了。你好好踢都踢不了啊，回旋踢耶。你们一脚啊。滚！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啊？烂！踢这么漂亮，才一根而已。一根。才一根呢，看多烂。那我看只有我们三个了，不容易哦，我们两个人都赢你。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来，一二三，跳！来，三位选手往前。听哨音哈，一个人看能踢几根，三个人累积加速加起来几根啊？如果你们赢的话呢，奖金3000，啊，好不好？输的话就没有了啊。我们没有再让了哈，来来，你们先谁？来谁？十六抢先来吗？还是怎样？谁第一棒？谁第二棒？金牌放最后嘛，金牌最后，十六抢先来。来来来，这个比赛有大家长的加码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县长魏县长，哎呦，县长好，县长好，县长好，县长。魏县长本尊啊，哎。县长不是本身很准的，很早就来，他还配合我们刚刚演了一下，有吗？在后面有睡吗？哈，哎，我有看，你有睡吗？哎，有有有，这是导演，睡着了。最近公务繁忙啊，是趁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办那个这个全中运圣火，那个圣火主持主持人哦，11号他要来，是县民之夜，对，12号是开幕，对，他是我们西周人，不是，我是云林的，哦，云林哦。你是什么态度？我们西周刚好是隔壁啦，对啦。来，县长今天难得来跟我们鼓励啊，打气加油一下。那今天很高兴来参与今天啊这个综艺节目，那常常都看胡瓜的综艺节目啊，主持得很好。谢谢。看他节目长大的吧，哎，差不多。县长，这新出炉的冠军啊，金牌，刚刚早上才出炉的，对，特此在这边隆重欢迎他。我们20面的金牌是。那今天来参加盛世，这个年轻人还是需要一些奖金鼓励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加码。他是碰到我们呢，不一定会赢呢。哦，你是大哥啊？对对对。刚刚我看到我的脚一踢，大概有灭了8根左右。对，只要不要拿扇子出来就好。对对对。现在好好加码，这样他们三位呢跟我们拼斗。我们派出三位，赢的人呢，我们有3000块奖金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待会可以个别挑战，没关系。现在团体赛，好不好？县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县长在旁边哈，来我们。这个你们先派第一位代表，何美的吗？喊你彰化来，点起来。哎，我的旁边怎么那么没人呢？不是啊，因为他现在要踢嘛，他踢右脚的话，可能会把蜡烛踢到这边来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可是我们家踢左脚，要不要？哎，那县长要不要站前面？我要保护县长，不要踢到蜡烛。他们是职业的，他不会，他踢很准，踢准一点啊，一脚而已啊。那个扇子不要再扇了，你不要扇扇了，拿出来，拿进来了。啊！哇塞，扯了啊！那我们刚在干嘛？对，他刚这一踢，我们刚好愚蠢啊！对，是他刚刚好愚蠢哦。不是愚蠢，他穿什么裤子，我穿什么裤子。他这个裤子，我们来换裤子穿，他更能踢得掉，踢不掉。刚刚没有扇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公平啊！有冷气吗？也没有，没有都没有。好，10分嘛哈，来，8根啊。他第一棒踢完，2、4、6、8，10根呢？10根啊！来，请。来，10分了，暂时领先我们了啊！第二棒，第二棒来，给他穿鞋子，踢噪音啊，踢准一点啊！不要开玩笑了啊！他说踢很准的，他们。哦哦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14根而已，四根而已啊，14根而已，不要放水，不要放水，输了你们后悔啊！我跟你讲，但是金牌登台了，没有金牌他有压力的，第一棒10根，这金牌有压力的，他不一定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踢少10根就难看了啊！预备，拍垮。哇！前面有像，4、6根啊，六根，20根哎，那我们两个一人踢10根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10根是全席，讲得这么轻松。好，哎，我没有这种裤子啊。有啊，我给你。你来给我，我先来。来，第一棒啊。好，准备了啊。哎呦！我今天出跑就嘴耶。好哟，乖乖准备哦。哎呦哎呦呦！就领今天哦。量距离。看看就领今天哦。这口显得更加显得腿好短哦。可以。好。重。要踢了，要出脚了。好，准备哦。
十根啊！问啊问！你在县长面前敢这样子啊？为什么观众这么支持彰化县，不支持我们？我没有人喊了。十根哎！谁要觉得谁要支持你啊？你有没有太夸张？刚刚已经玩过了，你要玩几次？都玩过了，没有啊？那你没扇子啊？对，那边没有，那边没有扇子。对啊，问题是刚扇子在这边，扇子在这边，拿出来，你就是无瓜的助理。你扇得很烂的，九根就九根，你一定要把那一根扇掉，九根就扇啊，最后还要补扇。你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你不要补扇，我们再来再来再来。其实靠我实力就可以，来来点。我跟你讲，点起来那样。来了，我是真的，真的。认真，真来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要画过去哦。等一下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县长，问县长就好了嘛。我是不是真功夫？真的，真功夫。我有看到，了得吧？对，七根，二十一根也赢了。哇啊 ！OK， 我真的七根哎。接下来你好好耍一个十根、十七根，他就负担比较轻了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加油！七根，我刚七根了，我们加油，加油，我们加油！泰拳，泰拳呀！十六根，六根，哇！但是平常是赢了，四根就赢了，又有了，过去了，你好厉害，四根就赢了，太容易了嘛，因为刚的一半就赢了，对，刚九根呢，就四根就，四根就赢了，来，有啦，有。我们现在16根，你5根就赢了。练习是九根，比赛把那一根补回来。怎么这样？十倍啊！好歹再多两根吧你。啊！苏皮啊！害我们还高兴起掌。小时候你抢。好烂哦！我刚才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太爱啊！你不能不好意思。啊！输就输了，来颁奖，颁奖，差一点嘞！现场有2000块要颁给我们的选手的。来，三位选手，三位。这边我们也给2000，好，来，谢谢。握手一下，县长握手。恭喜！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要来播一则访问。在母亲节这一天，我们也看到了瓜哥对他母亲的思念。你有喜欢跟母亲说吗？因为我妈妈在大陆，所以我想要跟她说，我非常爱她，也请她就是要保重身体。想念妈妈。哎，我看你哭，我也想哭，因为我这几年瓜哥这样没有办法过母亲节，因为我有想过，这2、3年都是这个，所以我很怕过这个节。对，我想是这个日子，我想就是像瓜哥一开场讲的，不要只是觉得到了母亲节才要过这个妈妈的节日，每天都要珍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日子。对，好，最后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啊！母亲。